小蛋鬼 CP 之末显像，官配 CP 才是真的甜。小蛋仔们，继上次的潜职双星之后，今天就是你们呼声较高的末显了。给还没进坑的宝宝们简单介绍一下，末显指的是捣蛋鬼里面的末之蛋和显眼蛋。末显 CP 也是因为人设的巨大反差而磕起来的。总之，两蛋的性格用这两个表情包就能知晓，一个到处显眼，另一个却直宠他。显眼蛋在对局中的废话文学，不会还有小蛋仔不知道吧？除了菜一无所有，等红灯是在等红灯还是等绿灯？而且就连死了之后都是相当自恋，还偷偷欣赏自己的腹肌。如果你还不知道为什么墨汁蛋跟显眼蛋配上，看完这个玩家的评论你就清楚了。这么贱嗖嗖的显眼蛋，不得引起墨汁蛋的公愤啊！墨汁攻击。说了这么多还不了解的，没关系，看就完了。面对废话文学大师的言语骚扰，也就只有墨汁蛋能制裁他了。吃我一记墨汁蛋，这回老实了吧。像极了吵吵闹闹的你，然后被男友用糖嘟嘴的画面，甜甜的。看到墨汁的显眼又开始了，整个大视频的状态，谁懂啊？显眼真的很主动，墨显 CP 一个过于自信，一个缺乏自信，这 CP 可真是营养平衡。显眼，感觉你再继续说下去，我就要红灯了。还有这个，执法和心机在变甜甜蜜蜜。而当我们的显眼像模像样的学习时，话还没说出口，就已经看到即将爆炸的墨汁蛋了。嘿嘿，这怎么不算是另一种方式的秀恩爱呢？而且这可是官配啊，官方带头磕。显眼的死亡显示，墨汁害蛋的原因竟是因为显眼蛋花太密了，墨汁堵不住他的嘴，只能动手了。哎呀，王一帆都送到嘴边了，真的还不张嘴吗？